王元溥发明的超有用奥波，我知道了，他知道了啦。他演他也不懂，很难。他在演的，他演的啦。我懂，演得很烂。我认识他，因为我只要说我知道，他会。他们有样学样，怎么演了？哦，知道了，他知道了啦。怎么？应该知道了啊，真的。知道了，直接知道了嘛，对不对？不是，我讲时间，我知道不是可以。哦，哎呦，有了，有概念了，他也是。想想，想一想，我想一想嘛。我就说，哦，我知道。所以王源不是乱教。